休战的累，却并没有去医院接受治疗，因为这不仅是花费一大部分的医疗费，还会影响他的助拍津贴。只能说，即使是特种兵，也要为生活上的柴米油盐而操心的。这天，美国一架E-39无人机在伊拉克领空突然失去控制，直直飞在叙利亚边境东部的安巴尔省。由于叙利亚边境全是伊朗和俄罗斯的军队，美国空军不希望无人机的专有技术落入别国之手，便希望派杰森他们前往收回。但是无人机的坠机点加伊姆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最后的据点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，所以杰森他们就建议直接一发导弹过去，一了百了不就得了，为什么还要让他带着兄弟们去冒险？原来国防信息系统局发现，在一部分E-39无人机的中央处理器上，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他们的下一次冒险。谢谢大家。
先头日军轰得粉碎，然而敌船众多，纷纷勾住中间，将李舜臣的船围住，开始了血腥的白刃战。朝鲜水兵已经一扫对日军的恐惧，个个奋勇上前拼命杀敌，就连甲板下面没有武器的水手也拿起棍棒斧头冲上甲板作战。此时漩涡越来越大，鬼头后方的船只被卷入漩涡动弹不得，而李舜臣后方的船却能远距离开炮支援。鬼头恼羞成怒，失去理智，提刀向李舜臣杀来，被弓箭射成骰子。李舜臣看准时机，一刀让鬼头变无头。日军剩余部队全部发起攻击，此时主将船也即将被漩涡吸入。这时一个个钩索拉住了船身，竟是岸上的民众乘坐渔船前来救援。数十条渔船奋力拉回主将船，此时后方的舰队也开始向前开动，而水流再次变化，朝鲜水军占据了顺流的优势。李舜臣下令让所有朝鲜战船一字排开冲向日军，用船身撞向日军。
此时的朝鲜战船如龟甲船附体，将日军舰船撞得七零八落。日军首领见大势所趋，只得下令撤退。朝鲜水军大获全胜，李舜臣仅用12艘战船，凭借洋流的影响，上演惊天大逆转。船上的幸存的水手纷纷自豪不已，岸上的百姓纷纷下跪表达感谢。平壤海战以朝鲜的胜利结束。其实，真实的日朝战争历史中有一个比平壤海战影响更为深远的海战，叫做陆梁海战。你对陆梁海战有所了解吗？欢迎将你所了解的发表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Hello, John.
研发的相关。放那个照相的这个。在这里呢，在这个草根上。嗯。好大一只呢。这个小的其实也要穿两个钟头。你买茶，你买茶。对，我买茶。嗯。哎，晚上那个证券有把它处理掉。有啊。把它处理掉，证券就不知道会。那个如果不处理不行。嗯，因为譬如说你那鱼生就是要吃鲜，可是说你要马上吃完。Costco 的地理环境变成说，那个就是说变成你要马上吃完。你没办法说，跟那两个奥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吃麦当劳一样，不然就是要马吃这种马上吃完的量。啊，现实都没办法。啊。要不然就是当初你看那个量都超大的，要不然当初就是买小盒就好了，那、嗯啊、小盒绝对吃得完。小盒有，我有抵挡的。小盒又觉得吃的，你说觉得怎么样？吃不过瘾啊，老实说的。嗯。哇，你那个人做不跟脑子那东西。哎，什么？好，那我现在过来了。